其實今次合作我自己覺得又幾夢幻嘅呢個合作，因為好快咁樣作咗首歌，跟住好快咁樣錄咗音，好快咁樣表演咗，跟住今日好快見到佢哋搭咗一個好大嘅場景出嚟。係啊，好快都拍完隻舞啦已經。咁今日又請到一對演員嚟做我哋嘅中間嘅一個 story 啦。突然間見到呢一首歌咁快變成一個實景一個實物，即係個 mood 幾好啊！係咯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我嗰時候錄嘅時候其實對於 chorus 嘅歌詞好有感覺，就係都幻想緊，好似如果我真係要拍拖嘅話，可能真係係有一種好似入邊歌詞講嘅，就係可能唔可以俾好多人知道啊，要收埋咁樣，就是、會係一個好有距離嘅愛情，所以就會幻想以後自己拍拖嘅一啲心情咯咁樣。反而我自己覺得寫呢首歌嘅時候幾得意啦，因為會第一次寫歌俾姜濤啦，咁同埋諗下啊，究竟如果佢嘅一首情歌係點樣嘅咧？咁就同陳明軒溝通完之後就覺得啊，因為好想睇下啲姜濤心情嘅一面係點樣咧，即係演繹喺歌曲上邊。咁亦都知道佢都係 JR&B， 咁就唔知咧，好第一次見佢好快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啦。我覺得自己好喜歡個故事咯，係啊。咁我亦都係第一次同男歌手一齊去合唱啦。咁一路唱嘅時候都會覺得，原來都幾即係幾特別咯。即係 R&B especially 係一首 R&B 嘅歌，即係唔係一首完全慢嘅歌啦。咁自己覺得幾新鮮咯，呢一個嘅故事。記得在 studio 去寫呢首歌的時候，就已經有呢一句歌詞出嚟，就係 I know I know I know。咁你嗰陣時就去諗咗一啲舞蹈，少少畫面嘅啦，即係我都未係有一個完全知道係點樣跳啦，但係知道係去緊嗰個方向，跟住就突然間就好容易出咗 I know I know I know， 跟住就作咗成首歌出嚟咯。咁我覺得係。在這個位置突然間有時候我覺得歌曲的共鳴未必是那個字，是那個那一下當下的一個 mood and feel。 I know 的 MV 已經出了，大家記得去看。 I kno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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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終於跌進